身为一名警察，我们肩负着守护社会安定、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责。作为各位的主官，我深知各位的辛劳和面临的困境。回顾过去的一年里，我们共同承担面对的许多挑战，正因为你们以无畏的精神和无私的奉献为治安交通打拼，成为一位勇者无惧的警察。在这六月属于警察特别的日子，我衷心期望大家能够抱着愉悦的心情给自己打气，继续坚守岗位，不断的精进自我，秉持着一日为警察，终身爱警察，以我们警察工作为荣，一起为市民乡亲服务，创造幸福、和谐、安全的优质环境与社会。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，我想向你们致上最崇高敬意和感谢。警察是社会的守护者，是人民的保护伞。你们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，因为你们无私的付出，换来市民安居乐业，警友议事办事处将永远做你们最坚强的后盾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为实现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。